打室外没那么强，但还是能用啊，毕竟就是没心跳嘛。没心跳就是容易使人放松，使人放松就是很容易失误。对、欸，这套梅斯内是真的吃亏，是大亏了。我跟你说，哦吼，米妮，我要吃你！救命！哎呦，滑倒！神父。那这个技能组算打室外没那么强，但还是能用啊，毕竟就是没心跳嘛。没心跳就是容易使人放松，使人放松就是很容易失误。这里有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看有的人可以这样子凝视凝视，然后？就凝视凝一凝之后，可以那个直接断追逐，然后他还是踩在脸上，踩在脸上断追逐。哇，他往小屋跑。好难追哦，这一只。这只感觉追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呢。他是不是已经看满了？好像是耶，感觉要换个猎物了。哇靠！这边给他大翻到，好强哦！这只真低猛，这只是会很比较会玩的，玩这一套真的是好吃亏哦。慢翻淘汰下课，可是他们应该要修四台嘞，怎么办？要啊，是人都会有失误的啊，他又不是机器人，对不对？正常都必须得要有失误的啊。哪一只是猎物啊？这一只。哎呦，这套没有玩室内好吃亏哦，真的，这套没室内是真的吃亏，是大亏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套如果没室内，感觉就是要带蜘蛛了，因为遇到很会玩的猎物，他就会这样跟你拖，没有蜘蛛有点可惜。我想，哦哦，要进柜子，哦，他好安静哦。哎，我被扁了，我被超甲组，还扁了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还要在这边玩，这里没板了，还要在这边玩。耶、yeah! ！那为什么他们把这块板子翻掉了？我一直被打，好烦哦、喔。
光死嘞，长直就死了，等一下再弄吧。角色正受到攻击，看到他了。他如果不是大跑，他就死了。听，小曼，快被修完了呢，剩两排了，就我聊天室。我脸上来一只半血，他在正前方。那一只半血的啊，没意外的话应该是。啊，这只人呢？啊，忘记防他 DH 了。好像很能玩呢，追他好了。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。既然玩不了偷袭流的，那我们就来正面对决了。每个板子都踢。下课。哎呦，我也要下课了，救命！哎呀！会不会有一天呢？啊，小迷弟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哎。有哎，老哥，那我信了，我信，我相信你，我真的相信你。怎么样？最近忙得怎么样了？顺不顺利？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真心感动？哇塞，这个人好猛哦！黑丽丝，感谢30个月。你这个耳男，没关系，我又变成耳男了。嗯，为什么血迹到这没声音呢？哎，太奇怪了吧！我天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听到脚步声啊？怎么样？你最近还顺利吗？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也是忙，没什么特别，就是说找一定要找你玩游戏干嘛的。然后反正你忙完了，你有空了，你想玩你就会玩。小迷弟，感谢野狼9999哎哥，机票钱有嘞。真的哎、欸，他应该去小屋，不过我记得小屋的板子下光了，他没有 DH， 他是翻窗加速，然后有一只在我脸上正前方的附近，他没跑，所以我猜他应该是躲在附近而已。真的欸，9999欸，你知道英哥有一间餐厅叫长长久久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不知道有没有来过英哥的人。啊？什么鬼？翻窗加速，对，那个是连锁的，在英哥这边也有。
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这是一个跟家人聚餐的时候可以吃的一个大排档，类似大排档。啊，黑帝士，你知道吗？你前几天开台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去看，只是我没有打字哎，我在那边听你唱歌。你换新电脑了是？你是把设备整个翻新一次是不是？啊、不是，黑帝士真的很会唱歌哦，好强哦！感觉你出去唱歌，当街头艺人都是有机会的呢。你现在知道他去录不是什么那样讲，很多出了名的艺人一开始都是在街头表演的、啊，然后唱红了之后才开始有被大众认识，然后才开始走红的呀。这边有一只。他这样死了，因为他不是平稳着陆。我应该可以直接挂他，我知道最后一个人在哪。希望他不要躲进柜子里。他如果不进柜子里，我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他。你怎么都知道？因为那个楼梯上有脚印呢。完了，他躲在柜子里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出来了。他在。马戏团那边蹲干嘛、啊？下水道在你那是不是？还敢这样子蹲啊蹲的哦，亲爱的，你死定了、啊！还在那边给我蹲，他死了。你叫他什么？因为他的名字啊，亲爱的，停在码头不是造船的目的。他的名字，哎、欸，对啊，要不然造船的目的是什么？停在码头不是造船的目的，要航海，要出航吧。结果我的技能组完全没玩到、欸，哎，配件完全没玩到，没心跳也没用，因为他们看得到我。TK.exe 降价啦！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！专贬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.exe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扩展 TK.exe， 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.exe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